行了。南方火车站，还有留意的南山大戏院。对，多谢你姐姐比较欣赏比较留意的。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你的支持，多谢你姐。喂，你好，好，这个时候呢都想邀请嘉玲姐来这边跟我们做一个访问。Hello， 嘉玲姐你好，好靓啊你今日。多谢多谢。咁首先亦都多谢你。喂 ，No， they have to come in。But now we have with us the film delegation from Better Days, directed by Derek Zhang, starring Zhou Dongyu and Jackson Yi. 我们现在欢迎少年的你的团队导演郑国强，女主角周冬雨也是我们的焦点演员，跟易烊千玺是男主角，还有跟我他们一起走红毯的是Venice Wong 王敏奕。咁啊，头先我哋嘅大使嘉玲姐都提过啦，呢一部电影《少年的你》咧，都系佢非常之留意啊。咁呢部电影咧系收到极高嘅评价，我哋嘅电影票房啦，目前为止我收到嘅资讯咧就系已经突破10亿噶啦，亦都系入围咗今届澳门国际影展嘅新华语影像竞赛单元啊，有望获得更加多嘅奖项啊。And the film is presented in our fourth festival as part of a new Chinese cinema section.And it's also going to be screened here, releasing in Hong Kong and Macau now. 欢迎来到澳门，又再见面了，冬雨。我们来这里好吗？过来，我们做一些访问。嗨，你好，我是 Lorna， 可以叫我碧雪姐姐。好的，就要问一个问题，给三位都是同一个问题。少年的你是一部电影，是票房都提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谢谢。还有观众也很喜欢这部电影，为什么可以感动到这么多人呢？你们觉得？我觉得是两位演员的表演，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拍，我拍完之后我看剪接过程，我也其实特别给他们的表演打动。我觉得主要真的是让大家感动的，真是两位非常棒的演员的演出。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导演，对，导演也好，还有导演的太太也好，然后那个千玺也好。都好。我觉得是，整部电影它的立意非常深，然后为青少年发出了很多的声音，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我觉得很不错。今天就希望你们在闭幕式是可以玩得开心。好，在里面再见，谢谢。And on the red carpet we have